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孙佳。我今天正好在人民广场这里逛街嘛，然后有一家老上海绿豆汤在附近，咱现在去喝一个绿豆汤，吃一个小馄饨。老板在现包哦，糯米球上都是桂花哎，绿豆配薄荷看上去就很想喝。虾米和紫菜，一会儿吃完可以喝